王爷和萧将军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吗？是啊，他俩是西平公主一胎双生的，双生子有时候也会长得截然不同，这没什么奇怪的吧？双生子长得不像没什么奇怪的，可是就像我之前说的，看父母的骨骼相貌就能推测出孩子的相貌，虽然不是十成十的准，但是看萧将军和王爷的相貌，总觉得他们不像是一对同父同母的亲兄弟。嘘，这话你可别被萧锦离听到，他护起王爷来是什么样子你可是见过的，要是被他听见一准揍你。依我看吧，我觉得他们可能一个长得像父亲多点，一个长得像母亲多点，又或者是王爷在娘胎里自己拿主意多了点。那王爷的眼光还挺好的。吴王爷，陆王爷。